为深高看世界，看见新深高，嘴之面顶的深高。走啦！欢迎收听《秘密之一》，我爱深沟。欢迎收听每礼拜六中昼十二点的深沟新闻。我是会晓讲台语就讲台语，不晓讲台语就讲华语的大米。这礼拜的新闻同款是由电文社八卦站社长 Over 提供，非常感谢。也欢迎听众朋友会当提供你认为重要的新闻，给本节目大米真需要你的加入，来破除电文社的媒体垄断。这礼拜在深沟农村有一挂小农，也是属于放轻松的时间，因为当地咧等出水的稻啊变巴甜，所以有一挂小农开始想空想胖，一阵做田人做伙，常常发生这种情形。那不是拄到田里当地无闲，大家拢忝个稀累咧，连话都变断讲。要那无就是像即马农闲时期，大家拢禁闲，规日拢会当开讲，想一挂有诶无诶代志来做，比如讲遮个人。文泉、文昌、阿豪、旭应、高霞、Over、甲欧妈，这阵人顶礼拜烧酒去爬雪山，唔是雪基山的雪山，是雪山迄个雪山哦。唔管老的也是少年的，拢总顺利攻顶，登上了主峰。杨大哥文泉发表淡薄啊心情，伊讲原来爬大山甲做田真相共，常常感觉田里真侪草拢抠未完，唔过要是有抠完的时阵。爬山的时候，感觉山这么高，可能爬不起来，也不过也是可以爬到最顶高。这么赞的体会，相信大家听了后都有同感。另外，文泉大哥完成这个台湾百岳攻顶的行动，身体也证明一件事情，他并不是像林馆长所说的，身体不太好。宜兰县前农业处处长杨文泉给县长的一句悄悄话，我的身体超好的，说了来是娱乐新闻。顶一阵啊，地瓦烂毁了后，小龙的土灰嘛一堆一堆接离开。乐生米的乌昏交到女朋友啊哦，见学之米的阿豪嘛交到男朋友啊哦，哪一家你都好。恭喜恭喜！双人公伫农村娶某某嫁某翁，感谢吴昏甲阿虎做了上幸福的喜欢。最近到农民食堂要上便所的人，一定拢感觉人生的路坎坎坷坷，因为爱经过小间蔬菜的菜园啊，拄到园内种的金龟最近大爆发，生摊规大片，甲路拢砍掉去。有时甚至感觉龟田那像一只手伫咧偷掠你的脚。不哩个，大家嘛免伤紧张。根据 Over 的内线消息，这个菜园土内面有真特殊的营养，所以龟啊生了特别好。因为有十一只鸡啊待店内面，这的金龟未输是只低级精大汉的同款。Over 嘛提醒大家，你若是经过金龟园，爱细致，唔通去打着金龟的叶啊，以免金龟精找你报复。欢迎有兴趣的听众报名参加小间蔬菜附设精生尖叫南瓜园体验之旅。话又讲倒转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鸡啊在这发生意外？深沟新闻会为大家继续追查，感谢收听。接下来是今天的节目的主题，农村的甘麦店万事通。主角邀请的是永庆甘麦店的头家张大哥。今天节目非常欢迎我们的深沟五车路口的金店面永庆甘麦店的头家张秀伟张大哥，也是我们深沟的理事长，可不可以这样说，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深沟村有一个社区发展协会，是吧？对对对，我们这里有一个发展协会。理事长跟船长工作跟我不同款，大概是有重叠了，只是理事长的那个的工作是属于比较乡村的那个一些建设啦，一些那个软硬体的那个设备啦，还有活动啦，这是都社区理事长要做的事情。
啊，村长的那个任务是比较，他们是比较属于协调性的啦。比如啊，咱村村下来吼，啊有什么大概无满意的所在吼，啊找找村长，吼，啊就讲因兜哦，像咱遮那。因家若继续修动物有事情，那就要找船长。你是讲调解委员会找船长哈？对啦对啦，就调解什么吼，那就船长的责任啦吼。哦。还是讲咱家有什么发生什么这个吼，那个不如意的所在啦，有人那个去世啦什么的啦哈，哦，有喜庆啦什么的，那都村长的责任比较多啦哈。是。啊，理事长的任务就是，我觉得板上瓦东啦哈，啊板。咱只社区的设备啦，吼，也是要做一寡迄落活动啦。这是属于理事长的工作安尼。哦，你是属于娱乐节目的部分是吧？嘿嘿，让大家生活精神方面快乐的迄部分找你的对。嘿嘿。诶，这个深沟五车路口，张大哥，你敢捌听过这真侪只个小农哦，做田的一寡少年人讲咱这个路口，都该好叫做深沟五车路口，你捌听过无？有。因为咱家嘛，确实嘛是，确实也是五岔路口啦，吼，哦，嗯，五车路口吼，伫咱家有几啊位咧，伫咱家一位，吼，哦哦，过来差不多往宜兰方向的话，在两公里的地方，那里才是真正的五岔路口，都伫迄个近视，哦，伫迄个路口，迄个早做较早人来讲吼，五车路口是迄个位早做五车路口，近视路跟南丰路口是吧？不是，不再上来一点，哦，再上来，再上来一点，嘿，那你下面是讲遐只是较早吼。较早人就讲，迄个位走到五车路口了。后尾啊，咱遮嘛是迄个大家强调都讲，哦，咱遮愈来愈发展吼。嗯。因为愈来愈发展，但嘛，后底遮五车路口，五车路口，遮嘛是啦吼。但是若讲真正五车路口是近视路那里才真正的五岔路口。挖宜兰遐。较挖宜兰，因为家人讲较济嘛，哦，较挖宜兰，迄个算宜兰市去啊。是，啊，因为讲实在的，开车哦，我呢即阵啊，那呢开伫咱庄卡呢西，迄五车路口真济呢，拢安尼做嘿，规下条路夹做弯啊，有大有细安尼，所以正经要好叫做五车路口伫庄卡所在是哪里讲诶？应该是讲人口较济啊，较欢迎诶所在。是安尼，才会当讲变成一个地点的名，啊，大家要报路较好报，较知影安尼是无？对啦，对。哦，咱家是人口无遐多，但是了咱家吼有这个好山好水。对。哦，好山好水，所以讲咱家真济外来的那个来家吼起龙虾的啦吼，别墅的啦，很多，所以说咱家人口青高村的人口吼。五大村呐，那边这里选区的五大村来讲哈，本来是内城的那个人口最多哦，以内城、青高、七贤、秦巷、甲中华，这算一个山区，一个咱宜山的一个算一个第三山区的就对了哈。本来是内城的人口最多，嗯，但内城那里的人口哈，就是以前就是有那个荣民医院，哎，所小鱼龙卡。他农民就对了啦，啊，这个我即马农民的地带，农民已经渐渐去无去了吼，也人口都较少去啊，嗯，啊，所以那以今咱五大村来讲，是以目前来讲，是我们生活人口最多哦。这那以你几啊年住伫遮的这种看落来，是特别的，尤其这几年改变足大个，改变真济，啊，外来吼，外来这个人口吼，来遮去别种的啦吼。啊，是起东西啊，足济啊！嗯，我定来想着一点吼，全台湾省未欠水的所在，就咱宜兰。咱宜兰未欠水的所在，就是宜山。啊，宜山的水质上好，就是咱深沟甲秦巷村水质上好。所以讲，足济人爱来遮自产，嗯，来遮买土地，来遮起别种，足济，嗯。所以外来人口就是安尼来增加。除了这种有能力哦，买厝买地，这些外来人口，啊，你像讲咱即马录音的所在是伫咧农民食堂，伊进前的猫小姐食堂这个所在，都伫你永庆商店的隔壁。你讲这栋厝，家里嘛是进前小人做外，对吧？吼，啊，这些人，这农民食堂啊，还有小煎蔬菜，这一两年来，这嘛是安尼，常常拢人拢加几大店进到这，你敢知影这是你从什么代志？就小煎蔬菜吼，嘛是袂歹一个了啦，袂歹一个发展的所在啦吼。就讲伊这两年啦吼，他们来这里好像设了差不多两年多吧，两三年啦吼。来这真闹热啦，你包括讲哦，台北市长柯文哲嘛来过。哦，对对对。对外有一点发展啦吼，像我人
认识说我们这里深沟村的那个哈、哦、那个文化啦，一些那个哈、哦、我们这好山好水哈、哦，真好的一个迄落会发电呐、啊。啊，因嘛是拢做产的，你敢知啊？但是哈、哦，这里小间蔬菜，比如说他们的小农哈、哦，嗯，小农哈、哦、来这里发展哈、哦，可能哈、哦。有一点点跟我们这里的在地的那个农民稍微有一点摩擦哦，安那讲哦，比如说我们这里的那个以前哈、哦，以前我们他们叫小农来这里租这个农地，来种地啊，做田，他们的租金比较高，他们愿意说以比较高的租金来给这些农民租。结果我们以前这些老农吼，共租的是拢照讲，有当时拢无租金的呢。哦，安尼哦。啊，所以伊来这安尼是变嘛是这种发展啦。变作讲，甲这迄落吼，迄个农民吼，提高他们的那个租金的那个收入嘛。我无多做，我坐会啊，无多做，无多做，咩啦从做这小农嘛，做这迄落，我有法度提高租金啦。啊，本来我租人是无钱。那是讲做换一个一分地才千外块，即马那依咱小农来讲，即马租的是三四千块，我知影是安尼啦。安尼、哦，你感觉？所以讲，会带动这里的那个乡村的那个迄个农地的租金，对啊，或者农民靠过日的，即嘛是种的迄个发展啦。啊，不过有人心情会变歹。没啦，当然，我较早，比如我较早都弄个。我工作都有当免钱嘛，有当替纳这落落，纳这落落地价税安尼尔，即马无啊，即马变作啊，即马变作两三千块、三四千块工作。安尼，而且张大哥，你感觉这种需要的人有真济无？刚才讲即马真济人赶快要做田，结果做无地。真济，嗯，因为我知道的了好像这里的那个一些农地哈。被我们这些那个小农了哈，那你们的左家小农租起真济。所以，好，人家有一寡吼，咱在地的那个农民呐、啊，真正的在有滴做田的吼，伊毛差去啊，有差一点呐、啊。那租较无低，啊，过来租金要提悬，农在要租你，啊，无我来租小农都好啊。是，安尼，不过那滴因呢？所以多多少少吼，像这一些，像就产生一点点的摩擦啦。是，人家小农家的，人家在地的那个老农哈。是。有一点点的摩擦，但是这个还是不错的那个发展呐、啊。因为你也当铁锅这样咯，铁锅咱这样咯，无法度做，就我真智慧，无法度做田呐。啊，田面啊，全部无得租人啊，租人讲无钱通啊领。哦，这嘛是迄落啊。啊，我租迄个，或者小农来遮，哦，我一个月有来一分地，拢三四千块，多多少少一点补贴啊。嗯，哎嘛是真好的一个迄落发展呐、啊。啊！而且那是讲是用友善耕作，就是卖用农药、卖用化学肥料来讲，对于这个地主，伊会感觉讲嘛较欢喜无？敢有这个差别？伊吼，咱讲即马咱家种有机啦吼，对啊，还没有说全部那个全面化的话，还是不大可能啦。你别做讲恁家小农在做诶，吼、哦，就很惨是有机，结果旁边那里是人家是传统诶，赶快嘛是应用掉。所以讲，哪讲要种这个有机的那个哈蔬菜啦，还有稻米啦哈，还是要全面化啦。嗯。哦，比如哦，咱这个所在全部拢个都，拢是迄个有机的，统一来管理起来呢。哦，包括这迄个水、食水的问题，我伫顶管怎样啊？洗油桶啦，洗迄个水流落地下骹落，嘛是同款个掉啊，嘛是讲我都全很那个百分之百的有机的啦。要有机，无要紧，就是咱这规个迄个吼，要有一个规划。哦，规划讲啊，咱一片，哦，即遮大片，包括食水，咱要注意讲顶管，哦，有影响到咱水质的，哦，顶管遮迄落，遮迄落田吼，大家爱来做这个有机，安尼才有法度全面化迄落。嗯。哦，即食水啦，空气迄落拢会丢啊，一种理想、啊。理想对。这是一种理想啦。因为事实上，咱嘛是爱听一寡在地老农啦、地主啦，或者是其他传统的农块，人嘛是要真想要做成，嘛是爱听人的心情，看因是安那想的嘛，对吧？对对。对啦，你讲一个迄落趣味啦，讲啊，阮都拢食迄落，阮都食这个米都拢怎样食惯死啊？怎么？你叫我食迄落无怎样啊？反正我都出毛病出来。这是对什么人个啊？你讲。阮都菜都拢怎样怎惯死啊？阮都食得拢惯死啊！我勒迄落体内都拢有这个农药，迄落滴。啊，你嘛向叫我食迄落无农药的吼？
完全出问题出来。恁这真是开玩笑的话了哈，真爱开玩笑。不过，咱伫咧这农村生活，实在是袂当无像永庆商店这种干妈店。啊，你这间店啊，咱来介绍一下。你这间店开工得要80年啊，比你更加老。对啊，70几年，快80年了。哦，那有可能冻结久哈。对日据时代哈，对我阿公，我爷爷的那时候就开始，那时候是只卖面线呐哈，啊，家己做一寡都家庭用的一些东西在卖而已啦。啊，跟我爸爸哈，我爸爸已经今年来讲是92岁了，高了几回啊。哦，哎，阿姨本来她是小学的教员，哦，跟我妈妈两个是小学的教员呐哈，那时候还台湾刚光复的时候。领无薪水，啊！阮爸爸甲阮妈妈两个讲，哦，啊，咱两个拢安尼，拢领无薪水，安尼嘛袂使啊，毋是讲领无啦，会欠薪水啦，吼。那时候我爸爸说啊，不然这样子，我不要做了，吼。啊，我妈妈搁留着，我妈妈搁留哩，教册，啊，阮爸爸就先做无做，伊个蛮想退休，但20几岁尔，免来退休，啊，伊怎无做，我再就来开这永庆商店，我就把我爷爷的那个生意接下来做这样子。光复以后哈，生意就好做诶，哦，生意就好诶，生意就好是本来我爸爸在做的，后来我妈妈也不做了，叫不当老师了，不当老师了，诶，啊，变成两个开一间。诶，等下等下，这曾经足繁荣过是不？诶，迄股这真繁荣哦，这股吼都带一挂咱诶咧国军了吼，伫遮都哦，啊，咱遮迄股冇火车呢，是啊，我们这里有火，我们身过有火车站呢。哦叫做什么名啊？啊，青高火车站。青高火车站。我有一天我才带你来看，对咱边仔遮尔尔，是，迄嘛是一个景点啦，吼，伫咱青高一个景点。较早咱遮有迄落火车，嗯哼，有火车，但是这个火车这我是唔知影，但是目前那个火车站还在，就是哇，咱即马这个上山路过来这条一个火车站，那个算古迹了啦，还有一个火车站。好，啊啊、所以迄当阵店生意上好啊，两个人拢袂做老师啊，都规心来开店，一人开一间，嘿啊，一人开一间哦，一共两间店嘛。啊，那天就这里是我爸爸在这里，啊，我妈妈是在那个松果国小对面那里。哦，我两间店就对啊，两间店生意上好顾袂起啊，一人一间伤忝，太累了，好业就在，太累了哈，啊，就下面那里就结束掉，就来这里这样子，对、uh-huh. 就现在五岔路口这里的那个永庆商店。那你还有印象吗？店里非常忙的时候。有我小时候哈，然后6、7岁就要开始那种。6、7岁自己吃零嘴都来不及了，怎么够点？所以哈，我在小时候，人家哈过年过节哈，然后就快乐啊，大家都很高兴、oh. 哦，过年啊，我要来耍啊，我要来佚佗啊，我要来都。我最怕就是过年的，更忙对不对？很忙啊！我包龙姐也当算过年都还要到过点都没当算啊，没当那个小孩子嘛，6、7岁、7、8岁，你要看没当剃头，没当过年大家高高兴兴穿新衣服，底下算啊，底下我就比赛啊，我都要过点嘛，所以我最怕就是过年了。啊，不过人可以看到你，感觉讲哦，足甘心的，真乖，就包红包给你啊。干不、哎、哇、哎、好好我有点。小时候哈，像我这个年纪，我现在60岁了哈，像我们这个年代的小孩子，在那时候是很苦的，很艰苦哦。一个我也给你，我们国小的时候哈，大家没有鞋子穿哦，我一下同我穿个大拢脱下卡，脱下卡你听有了哦，脱下打赤脚、对、下雨的时候无雨衫，无穿雨衫，嘿，哦，无穿雨衫啊，拢往下。我你古讲做嘎拉苏，你们都听过？嘎拉塑胶，嘎拉苏就是一件很简单的那个，好像那个磨到辛苦啊那年。哦。啊也。那垃圾袋嘞，磨点辛苦啊那年。哎呀，就像一块布啊嘞吼，啊当白辛苦啊嘞，卖又压着好。嗯。哦，哎古嘛无路，拢地上嘞，地草嘞啊。哦。地草嘞啊。起码拿落残哎地嘞，地草嘞啊呢。哎呀，啊所以你要看小学生啊，各位。地草雷啊啦吼，啊妈个都做嘎拉树吼，啊个腾下家去读册，我哩过年代就是安尼啊。这样拢基本拢敢那位老电影看到呢。啊嘛无书包啊，书包迄个往那包吼，一条毛巾啊，内底书包甲都书甲藏落去，啊都啊甲包起来，啊都排到卡只边。哦，都安尼都去读册。啊哩读册，我哩过年都是安尼哦。嗯。啊个食嘛食无好啊，食嘛食无好。
啊，不过你厝里已经开店嘛，跟我感觉较好一丝啊。以我来讲，我还算很好的，因为我们家就在，哦、对我来讲真的是不缺什么。可是我们这里的那些一些小朋友啊，大家那时候以我们这个年代，大家过得很苦，嗯，嘛也过得真艰苦。啊，你的同学看你的眼光会真无同无？哎呀，是哦。我那讲我家里哈，我自己本身的那个哈，那时候我爸爸以前在教书嘛，所以他们有很那个的头脑。像我们这里有升过国小，我们升过村里升过国小，结果我没有读升过国小。嗯。你那个年代就去读贵族学校啊，是吧？以我就是，我们宜兰县那时候我们最好的学校就是中山国小，哦、宜兰市里面有中山国小啊，女子国小这两个学校最好，就宜兰县这样子，哦、比罗东啊、苏澳那里都会到我们那个宜兰市这个中山跟女子国小来就读。从我们这里到中山国小，只要五公里多，五公里外。嗯小学二年级开始，我就自己骑脚踏车啊。那时候的脚踏车哈，真的为哪公家的哈，人家买不起呢。我爸爸都是去哈，搞了那个大的脚踏车啊，提一红盖，改成小脚踏车。哇！从这里骑脚踏车骑到中山国小去，五公里多，五点五公里啊。哇！还要骑多久？还四十分。哇！啊，那时候的路哈，像我们这里到宜兰市的路路啊哈，石头路。无像即卖柏油路哦，拢全是迄落石头啊路。起起扣扣，起起扣扣。所以即嘛一种哦，迄落训练啦，那即卖身体较好啊。训练身体啦。你敢无甲恁爸爸抗议过？讲我都行路，行对面都有学校通读，先啊，我一定要安尼起起扣扣扣四十分钟才会当去读呀。人头拢真快乐，拢行路落去读册啊！我都唔是，我都安尼一工安尼。在时啊，都五点多就起床，啊，都要开始准备要读册。对啊。暗时啊，晚上才辛苦嘞。五点啊，五点钟左右下课嘛，吼。啊，等下个家头才六点，啊，拢暗时啊。你若冬天的时候，拢真暗啊呢。嗯哼。我家己安尼一日安尼行落去抓路，真的，你说起来，很心酸哦。真危险呢。对啊。如果那时候我们从太平山那里哈。一股往那建大台了，那个叉，我往这样讲叉车吼。第一太平山那稳了叉，那个叉落来嘛，那稳去那个宜兰区啊，森林开发处那里。嗯。我那个车偌大台嘞，啊我那该休息嘛，我惊干嘞。嗯。我一句话就讲，哦，真有影哦，真辛苦。我这六年在那个国小这里嘛，足辛苦的。啊，够惊。敢捌学教育过？捌咯，你看这我上惊。哦，而且那时候又没有路灯，无像今麦讲安尼，哇，全部都路灯那么遐光，啊，路过都柏油路，一个无呢，石头啊路，啊个无，而且没有什么住家，我那时候记得没有什么住家呢。嗯。哦，家个宜兰遐无几户住家呢，啊，拢转那个暗暗啊呢，啊转那个吊。跌吼，跌位啊！哇，那住家是用跌位位。哦，你愈讲，我感觉愈恐怖啊！有影，愈久然后也算个。真正恁爸爸妈妈实在是太爱冒险嘞。迄嘛不是种训练呐？训练，种训练，我家己迄个独立迄个。嗯哼。工商服务。小尖蔬菜本周主推荐商品，嫩有声有梗的地瓜叶，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没有除草剂，古早味好味道，梗比一般地瓜叶长，叶子比一般地瓜叶柔嫩，是给您全新口感的地瓜叶。一天只有五包在小尖蔬菜，小尖蔬菜就在永庆旁边哦。我们每星期一二休，欢迎星期三到日来店里坐坐。你的这个永庆商店在我们深高是真有历史地位的嘛，真重要呢。没有啦，就是乡下的那个是很简单的小商店啦，因为没不过会当安尼地位起来，满足就好了啦，哈，满足就好啊。你会当这个价值说啊，
开干嘛店，尤其是传统的店，会美感无？因为哦，那规台湾讲起来是较正开的所在，干嘛店加减是有。不过我家己诶一寡小小的经验比较起来，像你安尼这种规模也是少，而且你是。感觉来宾嘛是真素食豪华的呢，唔是讲有一寡传统的都可能店都安尼，开了细细趴，因为要省电嘛，嘛无开冷气啦。啊，这个摆设可能嘛较凊彩啦，有当这個灰尘嘛拢有。你的精心啊嘛真有精神的一间店。对了，这是我家己一个迄、那个吼，迄、哦那个好像经验啦吼，比如说，你看，那就像这传统的这个啥，那讲做干妈店嘛，对家第一。以目前来讲，真的是没有办法经营下去了。你不，你要看，大间都都拢收起来吼，啊，无就生意无好个啦，嗯，啊，无都都或者超商啦，就像 Seven 啦、甲全家啦，对啊，哦，拢会迄落去，拢会取代去啊。因为我今麦那家永进商店家吼，我的生意应该是不比他们差，而且我有保持说传统的那个传统的那个精神啊。是什么精神？哦，有你看，咱的迄落内对外设备啦，我嘛只个真传统的迄落，无像讲人超商安尼哦。你是讲你个在写对联啊？哎呀，较，我人感觉讲，啊，你这不是迄落，不是真个像西文啊啦，像全家迄种的迄落感觉，感觉无讲起啦。对啊。啊，但是我也保持讲哦，我们这里要亮，比如说我灯开的那么点了用真济嘛吼。对啊。我感觉讲哇，遮落落，比如讲乌暗暗暗，乌暗暗，生意就做袂起来。哦、啊，里面保持一些，也有一点古早味就对了。嗯、哦，啊，也有那个好像是现代化的也有，古早味的也有，我那干嘛足奇怪啊？都 Seven Eleven 啊，全家不得卖，你家家卖有的对啊。所以像咱家那度哈，我等下你讲，我这里有为什么可以做得起来？因为咱家人口很增加老化，哦，譬如讲哦，请教一百巴掌。嗯，哦，今麦的我都端午节要包肉粽，全家有法度卖米吗？有卖糯米吗？啊，有这个油吗？哦，哦啊，要做粽，哦，有这个无法度卖这物件嘛？你家有哦？系啊，哦，你有粿粽，你卖迄粽叶啊？卖粽叶啊啦，啊卖迄落卖粽干啦，吼，啊卖迄落糯米啦，吼，啊卖迄落土豆油，爱做粿土豆油啦，对对啊，全家一干有法度，无法度，嗯，所以咱家是。一定爱一这种形态下去经营在赛的，因为咱老伙仔，咱家老伙仔，迄落老化老伙仔客要阁足济，哦啊，做家一挂落落超市拢无倒去迄落啊。不过你无简单的嘛是，你要爱顾老化的这些消费者，啊，阁买顾真济新的几排哇。请讲，咱即马做厝边的这个食堂啊，农民食堂，嗯，小间蔬菜。假日的时阵，做少年人来遮佚佗，来遮参观买菜买菜嘛吼，系啊，安尼嘛是对你遐去，因嘛会发现一寡趣味的物件。哎啦，所以做行李吼，像我们这店这样做行李的一个那个吼，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啦吼。啊，天时有影啦，我讲天时，伊即嘛时机无好，这是有影吼。啊，地利有啦，咱遮是五车路口吼，地利啊，人和这真重要。哦，像讲我伫遮真接安尼吼，甲遮迄落社区啦，甲遮迄落迄落吼，遮庙的啦，庙宇啦吼，啊社区的遮啦吼，啊是迄落喜庆的啦吼，啊丧事的啦，拢爱甲人迄落，拢爱甲人交陪，你这是比较人面较宽，啊较会人来迄落，较会人来买啊，这都人和不人和的问题啊哈。对啊对啊。所以说你讲天时地利人和，想尽嘛接两行，再我都做起来，无你真个嘛做袂起来。啊，不过若讲到这天时，哪里讲诶，时机歹诶时阵，这八十年来，其实时机歹诶时阵，员工嘛是真侪真长诶时间呢。以我即卖我诶经验吼，讲你讲时机歹吼，有时机歹迄落，不一定讲是歹咧。啊，哪讲？你讲以咱家庄卡来讲吼，时机歹诶时吼，点到反正讲我袂歹啊，时机好诶时。大家有钱，对吧？大家比较有钱嘛。对。他可以到大超市里面，比如说那个家乐福，家乐福啦，哦，伊要去买是，哦，我一届来个装备买一个，我有钱嘛，我身上很有钱嘛，吼，哦，我来一届哦，买这个物件买个，要用总个买起来，嗯，哦，一届买到迄落好几千块，好几万块，哦，时机歹时呢，啊，我较无钱啊，啊，妈呀，我来只干妈店只吼。
先买两项就好了，对对对，这也是一个那个吼，不一定说时机歹是不是说那个，也是这样有道理，我知道、像吼，咱这小间蔬菜这里吼，其实我也是凭你的福气啦，人来这看，这小间蔬菜，他有在上网嘛吼，啊对，他在上网在那个，结果来看，这里还有这个商店，都七八十年了，怎么会这样子？其实各个我是凭着伊好奇啦。你可以去，你可以去。所以你看啊，这种较新兴的、新来的这种少年人来到家，对这个砖头，你是家在地，嘿，你的感觉这样呢？对一个农村来讲，嘿，影响又够有啥物？因为他们来这里哈，刚刚我就讲过了，他们来提高我们这里的租金的问题哈，这对一些那个比较老一辈没有办法种田的一些老一辈的哈，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那个帮助啦，这个帮助，但是也多多少少也是会受到说一些专门在种田的啦，专门在那个的排斥了，像咱家可能咱家家里买那种感觉掉了，是哈、咱家的人哈，像我们乡下这里这个很重要，乡下这里的人。不可能我来这里买这个啦、这是一定，比如说你买米、因这个小农因这个买米一斤是二三十块二十几块，像我们有机这个、可能价钱会比较高嘛，要六七十块七八十块，所以说依然叫农民来讲不可能来对我们小农这个消费啊，就是讲靠咱家迄落啦，上网啦，还是讲外来客啦，办这活动、办活动啊，有客人来哦，比如说每个地方都有人来这看来，给咱那落，咱小农一定要对外的推广，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是社区理事长，我也说配合说，不要紧，那老办什么活动吼，你那办什么活动，我社区来配合你们。小龙这里，我来配合你们。我嘛，刚我嘛，这个杨文全噶赖金忠我都讲，我你们有办什么活动的时候，我提供个咯，那峡谷也当对乡公所或者是县政府这里申请补助来办这个活动，哦，峡谷绝对能来跟咱配合吧。我们小龙跟我们老龙了哈，在地的老龙能够融合在一起，这个很重要。对对。哎呀，无你讲啊，你办你也要弯做弯的。你转一弯，不转一弯，哈哈哈哈哈！其实，其实都是为着生活，为着环境好，大家应该当沟通哦，哎，较舒适的啦。啊，你另外你转你两弯，不转，你就偷转两个，你就用笑，你讲是不是真的有听过？有听过老农真生气，我要跟你偷转两个东西，有听过哦？哦，我听出来，不可以这么讲，不可以这么讲。开玩笑，叫这老老会搞没事啊！哎呀，这大家开玩笑啦！今天非常感谢永庆商店的张秀伟老板张大哥，谢谢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今天听了永庆商店张大哥讲到小农租地，也佮有本地惯性的农夫要租地，互相之间一挂小小的无熟悉。其实也只有他这个角色可以这么客观说出这件事情，未来的节目中也会有机会我们也来听在地地主老农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的说法是如何，当然也还有小农的心声也一定要听。如果是说到小农对我们永庆商店会有什么建议呢，我们来听看看。您会想要给老板什么建议？好好学英文，他跟李昂学英文，然后我进去买东西的时候他都想用英文跟我讲，所以我问他哦，这样一共多少钱，他就用英文回答，可是因为他的英文不是很清楚，所以我有点听不懂他讲的数字，然后我又问他一次，他又用英文回答，可是很认真在学。永庆老板哦，他就安分的经营就好了，生意已经很好了。对，他之前很不安分，他就问我说怎么样生意还会更好，我就说啊，你已经很好了。他说不是啦，是要在网络上那一种。我说哦，那要很有特色啊。然后后来想一想说，哎呀，那特色你一定都会，不用教你了，再见，拜拜。本节目没有固定形式，没有固定来宾，但是每周六中午12点固定播出。网络收听品质有好有坏，收听时请详阅操作说明书。